上车。别去。冯飘飘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把你赶出舒华西。这去哪儿啊？接你去训练。这不是你家的方向。今天换个地方。所以你说带我来训练，就是来这儿？游泳是最好的有氧运动，对你的训练有帮助。可是我不会游泳。正好，一张白纸，可以从头教。我没有泳衣，这个好办，买了报销。哎呀，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快点吧，泳池里人都走了。出来，快出来！我不想游了。别看了，下去吧。我不会。再不下去，天就黑了。游走。你有病吧你！有时候还需要逼一下自己。逼一下，你个大头鬼！快训练。快点！你这是游泳？你管着吗？游泳，掌握水的运动，水无常形，还有阴阳调和规律，这和太极很像。一点都不像。继续。还要游。太太。快点！好好游。谁的心太极生了你，不小心一切都归零。